身体是李新伦的书写主题，在《浮木》一文中，他透过慢跑觉察身体不断散发的能量，跑着，活着，呼吸着。这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浮木。曾经，我以为身旁的人是浮木，情人、亲人，还是朋友，全当为我所依靠。但后来发现，这些人竟非浮木，反倒常是无情的洪流本身。我抹去眼泪，系紧鞋带，跑上路。我跑，将纠结思绪蒸馏成星点般的汗珠，化纷乱妄念为一行清汗。我流汗，我多么喜欢这样流汗，彻头彻尾的洗涤，从里到外的清洁。身体轮廓消失了，执念渐次剥落。我化成轻快的速度，铸成路旁仰望蓝天的石子。我感觉自由，成了自由本身。我跑着，呼吸着，感谢身体，我最亲爱的浮木。当我觉得压力大、沮丧、难过的时候，我会用跑步来纾压。那么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纾解压力呢？